OK， 各位大家好，我是石头，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，就是这个太古达人，应该算是太古四郎，就是 PC 版的太古达人啊。他是一个叫做什么 Tech 是什么，我不知道，某位作者做的一个挖沟，不知道。总之这个我打的不是很好，我打的真的不是很好，那个。没的话就是没的话可以全点啊，熟的话就还好，没有特别的厉害啊。松级的话勉强可以过，但鬼级是绝对不可能。鬼级我们就看着电脑打吧。没竹松我来玩好了，要不然鬼级太恐怖，我也不可能会过得去。OK， 啊，我打的真的不是很好，所以请各位见谅了。我真的没有打得很好啊，我有稍微调过音量，要不然好大声把我给吓死了。其实这个我有录过一遍，但是我已经录失败了，那还可以勉强有可。其实原本我是想开2P 的，可是后来发现到开2P 会卡，就是算了。我把这个把它改成中文语系的啊，如果要把它换成中文语系的话，可以看别人的文章，我忘记那个文章是什么，应该可以去打太古达人如何太古四郎啊，太古达人太古四郎如何让它显示中文啊。这个我目前是没有美化它，因为我其实觉得美化它好像没什么用处，没有啊，就是不想美化它了啊。听说这游戏有那种什么旧版的什么，还是什么 Wii 的太古达人的那个素材，然后可以拿来用，不知道。啊，我目前没有那种东西啊，所以我现在就只好用这种丑丑的画面。其实我觉得有些人刚开始进来的时候，一定会想说，哎，这什么鬼啊？怎么长这个样子？其实我没有，我就觉得还好啦。然后这个是 perfect， 那我有两个壳，因为刚才有很那种失误的感觉。还有梅竹换竹啊，就是梅竹松可以过关啦，可是鬼肯定要看电脑打了。对了，我有偷偷设定那个。他判定我的那个严格，那个我把它调最不严格，最轻，是吧？所以你会发现到我有很多两个原因，是因为我根本就把它调低了，严格的那个，我就把它的标准给它调低了，把严格调低，这是非常简单，所以。可是还不是有办法撑得很厉害，现在目前还在练手中。其实这个手的灵活度要很好，可是我不，其实我不是非常灵活啊。除了不是很灵活之外，他那个有时候如果歌曲他给我直接做太难的话，我也没办法哦。其他的湖面，它这个湖面就是目前我有的一个。我这可能是玩的最好的一次。哦，这次有全部都集中165，没有壳不壳都没有哎、欸，哎呦，miss combo。好，再来是我会勉强过关的松级，松级真的是勉强过关。鬼级的话，你们就看着电脑打吧，因为鬼级我真的打不了，而且这个游戏必须要很专心，根本不适合和各位观众讲话。哎、欸，
重来，等一下，真的不适合讲。等一下，让我安静一下。开始乱。好刺激哦！哎，这样也可以过啊！我不可思议，可十九。哎呦，我还96%，还蛮厉害的嘛。好，再来，我很自暴自弃的鬼级，对不对 ？Undo。Undo play on, stop this. 这个鬼级我真的过不去，松级还可以。你看就知道这有多恐怖。某些时候应该是办不到，我办不到，我真的没有打得很厉害。您看着也看得出来了吧？我也没有全部都打中，神人可以更快的里面都可以打的。我刚刚一定要好好安静下来才有办法打成那个样子，可是那个样子可能也是我打的最好的一次了。其实有些太困难的那种三个四个那种连在一起的那种，这可能真的需要两手这样子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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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啪好，非常好，电脑打完了，我也打完了。电脑打鬼级，前面三级我来打，我真的是个熟啦。OK， 所以呢，你们现在看到我打太古次郎，可以发现到我打太古的技巧真的不是非常的好。那我以后可能还会做出其他的创作啊，这首歌是目前第一个。可是你们可以发现到我已经打成那个样子，很烂了。其他的谱面如果更难，我要怎么打？不好意思。我看就只好看电脑来打了，因为我真的办不到，太难了。谱面的话，我不知道该放在哪里好，我还是放在我的网盘上面就好了。总之，这个谱面可能已经是我的，有可能是我的极限，也有可能我觉得应该有些其他更难的我有办法打，我也不知道。还要看看别的谱面是什么东西。如果是那种千本音初音未来的消失，可能有点困难欸。对于难度其实还是有点轻松啊。现在目前这个都还好。其实我也不是从简单的开始下手，就是随便玩玩，这样。
根本就没有什么特别的用意啊。如果你想要看我其他的影片的话，就是看一下我的频道里面还有什么烂东西吧，因为我拍的东西其实不是很厉害啊，自己操作也不是操作特别好啊，泰国掌其实打得有点烂。如果你真的要我叫，如果真的你要叫我拿那个真正的棒子来打的话，我其实因为用键盘我觉得比较好操作，就这样。哦，现在他的电脑也跟着我一起噔噔噔噔噔了。对，那好，那今天的实况就到这边结束。那如果你喜欢我们片的话，可以按左下角喜欢，左上角订阅，随时订阅我们频道，随时跟着我们动态。下次再见，拜拜。